多利用这个节目吼，咱台湾人食哈济沙巴鱼。古早讲，唔捌食过猪肉，你嘛爱看过猪行路，对不对？即马唔是，即马是唔捌看过猪行路，你嘛捌食过猪肉。哦，即马食猪肉正常，但是你真正看到猪咧行路。沙巴鱼的客族，我爱甲大家解说一下，这去用污名化鱼，因为咱南部啊，高雄含台南啊，气候差两度到两度半。所以沙巴鱼的特性是安尼，沙巴鱼咧食饲料，你看下嘴夹夹夹夹夹，气温啊来到十二度，咱的气候啦到十二度啊，沙巴鱼的嘴定义，你看咧食称沙巴鱼头，迄、那个嘴伊的定义啊，硬化了伊就袂食了啊，袂食了，所以沙巴啦散落。所以客座是多好，台南家会当客座，一斤四十五块，你若会当到过冬，像即马你食台南无沙巴啦，即马食着沙巴啦拢永安的，拢高雄的。高雄的沙巴鱼就对了，伊无到十二度，所以伊会当压到这个时阵。这个时阵的沙巴鱼，一斤就对了，内面拢五六十。哎，我客座较客座四十五尔，所以高雄的人无爱客座，有啊，因为压会过，伊会当卖到五十几块啊。啊，台南无啊多啊，因为一个寒流来到十二度，沙巴啦拢共死啊，卖食了就卖大苦，食也是白食。所以伫安尼的情形下，咱的沙巴啦呢？台南，你阵若要搁甲客座，啊，搁一堆人搁走出来，上少五六百个，伊希望伊要搁客座啊，一两千家。为啥物？因为遮个沙巴仔饲落风险大，到十二度沙巴仔就寒，啊，搁搁较低的就浮啊。所以高雄含遮无共，高雄哦，伊要到十二度真困难。所以高雄个沙巴鱼，伊拄过冬哦，拢会冻袂上六十、五六十啊，正常啊。所以造成伊遐渔民，伊毋免含大陆客座啊。但是台南才饲沙巴啦，伊一斤的成本起来偌济？你若四十外块，含伊客座伊会好。但是因为大陆的消费者未晓食沙巴啦，伊沙巴啦饲两百外只啊，所以即摆有人专门咧请人咧背饲的，两百空八只拢甲你背出来，真厉害，真空包装、低温处理。我就甲因讲，恁爱转化。所以即摆渔民接一个合作社，伊若要做低温链，来低温处理、急速冷冻。了后去到大陆套起来，像青的同款，跟现头啊同款。我讲安尼来，咱就当拍开电子商务的啥线上购物啊。安尼就直接送过，像韩国迄排船九点钟咱就到啊。了后也当送到上海、北京拢送会到。然后你甲冷冻套起来，煮了煮沙巴鱼汤了着，鱼肚汤跟现头啊同款。所以这就是咱来去解解说。所以我是安那讲韩国的这摆来，我就当现场表演给伊看。就简单，上班族你都可以这样做，像我安尼做给恁看，你就可以吃到台湾的虱目鱼。哦，这个恁爱管帮忙。这沙巴鱼伊唔敢吃是安尼，因为天十二度，沙巴拉就袂食了啊。但高雄不一定是市场价格波动的问题，是养殖环境不一样。环境无同啊，所以阮帮忙将军学家遐，抢在十二度啊，十二度到爱好啊。所以这个条件无同啊，高雄因无爱客足。因為我們可以當壓過冬過吼，我們的沙巴拉可以賣到六十呢。這樣你看，你客座才四十五而已。所以這條件不一樣，是因為這樣。啊，南部那裡價格高，是因為過冬這個冬末，沙巴拉價錢比較好。所以現在你如果去台南吃沙巴魚梅，就對我跟你說，你吃到可能就是永安來的沙巴魚。高雄的。嘿，高雄的啊。